电这树啊吼，用电针啊吼，好一个就过啦，袂当去了解这个万物的土地、水啦、风啦、落水的地外的物件。利落修剪苗木，陈玉珀从中感受万物共生息的韵律，一次一次也修剪掉过去令人烦恼的习气。外人要袂家己做这哦，磨砖啊，都迄个拔脚，槟榔分酒。较早吼，饮酒饮到就是半暝啊，就是讲我爱去甲载倒来。曾经让家人担心的陈玉珀，接触瓷器后守戒心定，渐渐远离不良习性。缘分安排，十年前受证那一天，家里正好办喜事。这款姻缘那这么拄啊好，讲我要受证啊，我搁迄个娶新妇搁看工日，我讲诶，啊这款的姻缘是实在是，因为你三世修来嘛无这么拄啊好啊。人生两件大事同时圆满，永远难忘。他把握生命良能，长期承担医疗志工。先开机诶，开电脑。都一项上困难，就是来，逐项我拢袂晓，迄阵啊上困难。啊，都逐个月来啊，逐个月做八工，逐个月学啊。伊身体是无好啊，但是吼、伊做工个吼足忍耐，啊，拢用心听，吼、啊，用心听，用心做。共修时负责音控，操作电脑设备，一切从头学起，毅力让人刮目相看。陈玉珀信念坚定，他谦虚地说：“修行之路还很长。”做的还不够多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詹大为、银成仓、彰化报道。国际新闻持续。